闲着没事干，来听馒头国蛋。大家好，我是馒头，今天给大家挂一个看完肯定会有洗手强迫症的电影《传染病》。废话少说，让我们来看电影。故事发生在不是洪水就是世界末日的美国。柱子的媳妇翠花自从出差回来以后啊，就总是咳嗽发烧。柱子呢也没多大在意，以为媳妇只是刚刚从国外出差回来，时差可能没倒好，生个小病也是很正常的。但是没多久，翠花竟然在家里抽搐，这就有点不对劲了。结果刚刚送到医院就嗝屁了，医生表示无能为力。柱子也是一脸懵逼啊。突然他接到了家里保姆打来的电话，说他的小儿子也几乎在同一时间领了盒饭。医生对翠花做了一系列的检查，最终断定他是死于一种新型病毒。很快世界卫生组织接到了来自各国的信息，以日本电车男为首的各种相似的病例开始进入大家的视听。老黑呢作为卫生组织里的一把手，啥大风大浪没有见过，但是这种病毒他还是头一次见。这种病毒的传播速度极快，没几天越来越多的人都染上了这种怪病。老黑赶紧追根究底，终于他们找到了柱子，赶紧把柱子进行隔离，但是为时已晚。因为当时接翠花下飞机的是他的一个同事，而他现在已经感染了病毒，并且还不知道跑了多少地方。这种病毒能够快速的通过肢体接触唾液传播，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出现了发烧咳嗽的现象。现在赶紧找到疫苗才是王道。没多久病毒的事情被公布了出来，瞬间底下的老百姓就炸了锅了。一听网络上有人谣言连翘可以治疗病毒，所以所有的药店立马销售一空。没抢到的咋办呢？那就只能靠抢了，超市超市抢，商场商场抢，立马整个城市都乱了套了。但是老黑那边还是没有找到治疗的疫苗，病毒的扩散速度是越来越快了。没办法的老黑只能要求所有人没事多洗手在家里啊，但是这也不是办法呀。就这样病毒一直在全世界传播了100多天，也不知道嗝屁了多少人。为了研制疫苗，实验室中的猴子都造完了，老黑的助手女只能通过自己来进行人体实验了。如果这次再不成功，估计实验室中再也没有人能够研制疫苗了，因为人都走光了，只剩助手女还在挣扎一下。最终助手女成功的研制出了疫苗，疫苗是研制出来，但是问题来了，先给谁呢？先给有钱人吧，穷人不干，这有悖平等和公平。先给穷人吧，富人肯定不乐意啊。最终他们想出了一个法子，就是摇号抽奖，按出生日期排序来决定谁打。故事也算有了一个不错的结局。或许这只是一部电影，但是反映出来的现象就是实实在在的。灾难面前才能看清最真实的人性，既有能够始终坚持在一线照顾病人的医生和护士，也有趁机捞财的江湖骗子。不求大公无私，只要你一身正气就好了。好了，本期的电影推荐就到这里了，喜欢馒头的话记得加关注哟。 Goodbye。